呀！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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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哇，我还在整理箱子，赶快回家！不是，赶快回位置。好，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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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了，迟到了，迟到了！老师，我迟到是因为今天天气太好了，我睡过头了。哦，他说好，那你下来之后可以不用来了。我很诚实的、欸，退学哦，太诚实哎、欸，这么诚实的同学不多了。这么诚实的同学，那你好好休息哈。安安，大家安安。安安，那也减一个人。缺一，不可。哎、欸，我还不是最后到的，但好像没差。不是这样子吧？不是这样子吧？你们一样都知道啊，哪有这样？有啊，知道的、哦。可是其实老实说，自己不是垫底，真的会松一口气。比较轻松。你就看到老师在骂你的时候，突然有个同学走进来，OK OK， 我没事了，我没事了。没事啦， okay. 就是从当掉一个变成当掉两个而已嘛。哦、oh.。安安上课啦，上课啦，好耶！今天呢，我还是把赌石给忘了，没事啊。不过今天呢，没有什么大活动，不过有小事件，嗯，小事件呢，小事件呢，等一下你们自己应该就会发现啦。好，那我们今天一样就自由动，耶！敢不敢丢钻石啊？垃圾了，等一下，是垃圾吗？敢不敢丢钻石啊？什么垃圾？钻石啊？什么垃圾？什么垃圾？发生什么事啊？什么垃圾？什么垃圾？没有垃圾，是东西会吸到别人身上吗？什么垃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怎么了？怎么了？丢子弹！我回来了。你们刚刚丢生鳕鱼，拜托。哦，烤马铃薯很棒哎，烤马铃薯。讲过难了。我需要生鳕鱼。那我要去看一下我的身上，我家里箱子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整？哎，你是说这个丢的意思吗？我们去唐唐家，去唐唐屁股后面跟着。那个是不是上一次哈基想要报复一下，就是他的那个许愿池被投一个热词、哦啊、他的许愿池钓鱼许愿池他的钓鱼啊钓鱼钓鱼池什么钓鱼池游泳池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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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游泳池没错啊，我帮你放泡澡池啊、哎好，那你下去泡澡啊？有，我跟那刚好下，那个时候下去了，舒服吗？还不错吧？我觉得不行，要不帮你搓背，帮你搓背。不要，恐怖哦。没关系，来啦，免费哦。不要，好可怕，我要躲起来。你要怕吗？哇，那这样去挖矿快乐哎。挖你个头啊！哎，对耶，这样子，我身上全部都是垃圾，快乐哎。哇。不错，对，原来鼓励大家挖矿啊！今天就是叫大家去挖矿了吗？好的，等一下，那打 boss 的东西是不是？啊、哦，没错啊，谁敢打、啊？今天就是 boss 最开心的日子，因为就是不用被打。对，没有人要打他。然后今天钓鱼是不是也很亏啊？因为钓来的东西你们马上吸起来就会不见。就被别人拿走啊！那我的意思是，钓起来是活的啊！如果是道具的话就，就对呀、啊，就掰啦。你不是过一阵子就会随机喷到别人身上啊？哇！你就看到那个钻石飞啊，哦，掉钻石没了。今天的就是你的掉落物，就是我的掉落物哎、欸。对啊，对呀、啊。哎、欸，谁在报复谁嘞？我们赶快去挖矿，我们用我们的稿子挖，快点！哦，我好累，塞满别人的身体，塞满，塞满，塞满，我要塞满。对，走，哇，真的，我进步，哎，我捡到荧光墨囊哎，哇，真的，等下他超级戒指一样，是他们那边，他自己爆了，他自己爆炸了，不知道怎么了，我不知道爆炸吗？
身上就莫名其妙多一个甜筒啊。你很姐夫，你很激动，大声叫会不见。姐夫帮我随便花钱啊！哦，姐夫快花钱花钱！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哎，你两组快办就钻石砖哦！那是我的姐夫了。不义之财不义之财，真的是你被气死了吧？飞来横财耶！哎，哈基，哈基激动到直接变电机器人。你太大，你太大声会。你是断音机器人。对，哦，太大声。对对对，你太大声会断掉。哇，断气哦！小雨，你还要钓鱼哦？清楚啦，哦哟。我是觉得最近 DC 又在搞事啦。对。而且你看，我这样不用收这些鱼耶，我就打了，然后让它白烂。我打了什么东西？它不见了。哇！刚刚想说怎么一个金锄飞到我身上？哎、欸，我身上有金锄哎、欸，哭啊！我是我的啊。对啊，是不是小雨的掉？哦、是我的、啊。钻石护腿。哇塞！你的钻石护腿怎么没用啊？是不是都掉在你身上啊？啊！我捡到杰克苏哎哦，杰克，谢谢你的30%攻击卷轴。好啦好啦，大放送大放送，快快快快领快领，好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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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打怪啦？谁在打怪？等一下啦！打怪会现呐？谁的河豚呐？我78攻击卷啊！谢了谢了。哇，今天就是走着，然后身上就会有一大堆。好，我丢掉攻击了。烤鸡没关系啦，烤鸡没问题啦。有个墨囊要飞多久？一直回来。再飞一会，再飞一会，再飞一会。那墨囊再飞一会。哎，那是不是有人会为了这一次做一个装？谁在挖冰砖呐？你不要那，哎呦！谁？有人在 Q 冰砖吧？谁在铁铲啊？还有三分之一耶，不要乱丢哈。打怪掉的啦，打怪掉的，他们说打怪掉的，你在。哎、欸，我第一次看到麦块原版野外会有那个少界塔，哎、欸，少界塔之外，外面还会关铁巨人呢、欸，真的假的？哦、啊，对啊，我没看过哎、欸，你们要来看一下，有关铁巨人哎、欸，他好可怜、喔，关铁巨人，什么观音的？把他打死、欸，对耶，铁观音啊，第一次看到，因为之前顶多看到少界塔而已，可以去看吗？可以啊，你们来啊，很可爱、欸。搞得好像是我是乱丢垃圾一样，包包满了东西直接喷在地上是怎样？哎、欸，真的哎、欸，荧、欸、光木囊，谁在挖冰砖啊？对呀、啊，到底谁挖冰砖啊？我啊，挖了25个冰砖呢。我来报复社会了，不要逼我。报复社会，报复社会，是东西丢不完呐、啊。开始想什么东西不能堆叠了。跑到我身上了。唱片啊？唱片，唱片。我都拿去那个了呢，我全部都丢到仙人掌了呢，然后就到我身上了。我知道我要干嘛。不是，有人在挖沙子。哦，要僵尸式，要僵尸式，来啊，来啊，战争号角，战争号角。我已经把我的包包全部用生鱼摆满了，全部就掉在地上吧。哇，谁在那我只捡了起来冰砖而已，什么东西都捡不起来啊！谁给我防爆卷啊？我啦，我啦，我啦，还我，还我，还我！哎、欸，突然想到今天是不是可以开 Uber E 了？哎、欸，我想要那个鱼、欸，哎，你帮我杀一下，我站在那边等货来。不会有人、喔、真的丢给你？不会啊！啊，什么？有趣，还是我今天就用聚集，然后让他点着 Q 好，然后身上只有那一个。那我啥也不干。烦了。啊，请问一下，你在跟他做什么？哦，我开着 Q 站了两小时。可怕哦！哦，50万颗沙是怎样？你的冰砖可以 Q 出来哦，他会回到我身上。好，那我还你那个，我还你。怎么一直荧光墨囊那么开心？他到底谁在打荧光？还有人在砍橡木，原木是谁啦？哎呀，谁在杀荧光木囊啊？没有啦，是我小雨，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有盖一个很没用的荧光木囊的那个吗？嗯，应该是这里的啦。他死掉了，是不是？对啊，阿班死掉了。那就是你们有人去野外，我看过两次哎。我看那个生都是在旁边哎，就是这里。嗯，哎，他怎么没有被吸走啊？有啊，我身上还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啊。等一下，大家都把
身上塞满了，我已经塞满了。不是那个冰砖，我身上已经四组了。我天啊！你可以 Q 出来，他会迟早会回到我身上的。有人追的木铲呐、啊？谁谁啊？有人追的木铲、啊？是谁、啊？你们干嘛打？那我就追。什么东西听不懂的啦？对啊，对了，好不好？对啊。嗯，这让我想到以前的歼灭工程战一嘛，对不对？就是自杀兵身上带一堆木铲去给他杀，这样。好久以前的，超久以前的、啊。怪砖，我不要逼我把怪砖弄起来了哦。开始打了、哦，别逼我去打中介死者哦。走啦，走了啦，我脑绿。走了啦，哪次不敢？哪次不打中介死者？我好脑虐夺七了，我最喜欢打中介使者了。我要拿我的稿子到处随便挖，我要穿死亡衣去挖矿了。我已经在打怪了，我要打人了。啊、对，今天那个副本是应该说未来之后副本的那个钻石量 double，、哦、变 double、哦。对对对对，是不是觉得太少了吗？就还是还原之前那样子好了。耶、yeah! yeah!。那可是今天身上很容易塞满，等下钻石全喷地上不就？没有，你身上放一颗钻石就不会掉地上。是它掉地上，你要去吸啊，对啊，你身上放钻石，你留四格，然后都放一个这样。对啊，哦，好主意耶。对啊，这样就有四个空间让你。哎、欸，对，这样的话如果别人身上满的钻石掉下来是你的，好爽哦。是啊，是啊，不知道是谁的身上。那也有那就算他水喽。强力卷或是防爆卷就很难拿了，就没那个就随缘了，那个只能随缘，真的就随缘了、欸，对啊，那随缘啊。啊，还好我有一个耐久的打火石，我要看到地上的东西全部烧掉。对耶，打火石哎、欸，耐久修补打火石就是用在这个时候的啦。啊，我这十万格好废哦，都没有洞窟。还是我们今天就一整集，然后我就一直看着箱子，然后狂点左上角，然后看到最后我会有几箱东西呢？能捡到什么好宝啊？没有。对啊，我现在狂 Q 哎、欸，狂 Q 在仙人掌上。啊！我的石头飞走了。哎，谁有这么多鸡蛋啊？我的虫子石还是什么石头在上面？我这里、啊、虫子石啊，谢谢你我也捡到一颗哎、欸，我也捡到一颗哎。我刚刚杀一只苦力怕掉了一颗石头、哦、但是不知道被谁吸走了。那我这我捡到一个虫子。好爽哦，我们一人捡一个。我直接捡到一组冰砖耶，谁的好不好。那我冰砖都是我的冰砖可以 Q 出来看什么时候回到我这里来。对啊，冰砖我想说你越要、啊、我就把它 Q 出来然后等他回去了。我把它 Q 出来，我身上已经六组冰砖了。哎呀，观众提供一个很不错的哦，我要做一个漏斗。哎呦哎呦哎呦，好像不错哦，你会对啊，我就弄一个漏斗，然后站在上面去。你的漏斗会被木铲填满，会。那我就全部，我家旁边有一个岩浆啊，我只要把东西拿出来就塞进去就好了。其实你也不用弄漏斗、啊，就是人体漏斗，你只要把定时把身上清一点空间就好了、啊，清掉就好了。他这个已经不是定时了， yeah. 这是要一直丢了。是不是，因为我身上真的超满，他一直狂掉在地上啊，漏斗反正他喷出来会直接掉到箱子里面，我没有管他。哦、oh. ，哇，你这样听他漏，好像是什么无力烂漏什么东西一样。这个顺序是怎么定的、啊？为什么有时候会同时拿一大堆啊？不知道哎、欸，因为有人一次拿、哦、一次丢一堆，所以就是轮流分，是不是？哎、欸，没有，是随机哦。对，就身上已经满了，所以他一次全部掉。不行哎、欸，我这边没啥东西，我去影院那边。啊，鞋子不见了！哎，鞋子，你到这边做什么？鞋子是黄金靴吗？没有错，他丢错了，我身上、哦、还好回来。没有啊，我的岩浆桶啊，没事。因为他是先吸到身上哎、欸。你要离远一点啊！不要自己来。我把黄金靴丢出去了，他能不能回到？岩浆桶丢出去了，没了。你在我这儿，他回来了，冰川。他不用回来，没关系，我不介意。怎么了？不是什么东西？什么好宝？掉了什么好东西都还没看到就不见了。你就说黄金裤子吗？没有，那什么都没有，不用担心。有人在家吗？
哎、欸，突袭耶！哎呦，谁的突袭？对啊，家里啊，没有旁影院旁边的村庄。哦，我可以不要理他们吗？不要理他们好了。九零，我知道我的兵装一直消失而已，一直在我们身上啊。我的兵装已经快凉了。不是啊，你贴近挖就好了、啊。你东西掉下来的一瞬间，还是会直接会自己吸走、啊。对啊，离太远才会被你穿走。就砍怪通常会有一段距离，我现在就贴的超近在打你。可是我这个稿子我很难贴近挖、哎，你知道吗？哎呦，有要打副本了，太快打副本了！哎，清空，清空，各位清空，各位清空，注意，注意，清空，清空，清空。我已经准备要拿了，谢谢。我要准备电木铲哦。我清空好了，究竟会是谁吸到呢？钱钱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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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我拿两本书，我的书，你们的书跑到我们身上了，什么都没有。卷轴30%两张在我身上，全部打了，全部打了。金毛毛，哎呦，到底为什么会有了一只鸡蛋呢、啊？是谁那边砸鸡、啊？那个是小鸡，小鸡自己下蛋啊。对啊，哦，我会铁定，谁掉蛋？哎、欸，你怎么死了？死了、嗯啊啊！我失败了。请问你，你没换装吗？你的装是不是没放好啊？哇！啊，一定应该就是。哎呀，又没换到装了。哇！哎呀，弄到其他的装去打。哎呀，然后。哎呀。他进你的防爆群跑来我这了。啊！转烂的。你的防爆群跑来我这边。转、啊，哭哭了、啊。那就是你的了。你转翻了。转爆。结果死掉了，然后还没有拿到卷，好惨，好难过、哦，好亏哦，最亏，没爆，忘记换装。哦，我要讲我做的那个梦啊，是我们不是一群人吗？然后那时候就是有楼上楼下，那时候地下室包括在准备水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梦里面，我从口袋掏出两包安眠药。我也是，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十杯饮料，我就学费学了两杯倒下那个撒下去，然后我忘记是谁跟我讲说，所以你倒好了吗？我说我撒下去了，好像是要好像是什么，就是故意玩的，什么大家同意的这样子，然后就撒两个阿扁药这样，看谁喝到谁就出去，救命啊！哇，那么最后一片碎倒，剩一个没有，就两个而已啊。那、啊、剩下八个继续玩啊！那你还记得是谁睡倒啊？嚯，没有就醒了。啊！还没看到谁睡倒。嗯，还没看到。我觉得睡着就是他吧。哦，反正自己喝到睡着是他醒了。是不是欠打？好可惜哦，没有不知道结局。对，在花生扮演啊。啊我。耶、yeah. ！木材下去。哎呦！下去。音乐要冰。你要过来。冰。对。是我趁现在把箱子不要的东西都丢出来。你是不会，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砍掉你的箱子。来来来，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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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拿到花束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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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交换交换，哇接力赛接起来。嗯，丢。打怪真要贴超近打哎。对啊，嗯，他要我们跟怪培养好感。不是最白痴的是我贴在。再近也没有用，吸的速度太快，身上就突然满了，吸不到。哦，我是直接把那个虫子石那些吗？就对啊，全部放在身上了。有人在挖矿哦，深板岩我吸到了。哎，对，两根骨头，两根骨头，那你再把它丢出来。对，因为我这里没得清理它，我气死。我来钓鱼。17个符咒，是我，我没有，我没丢符咒。这个石杵看谁要，这个石铲看谁要。你开始清垃圾是不是？哦，要是我，我就帮你，我帮你鉴定完，然后再丢出去啊。好，第一趴我去找杰克。石杵在我身上啊，加12%最高生命哎。我捡到了，捡到了！真是岩金矿哎，好爽啊！那捡到一个铁矿，团团挖的，好石矿！哇，身上这么多金块！没事，你们去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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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啦，我们当大放送好不好？这坐标在哪里啊？我看不到坐标哎、欸，我、哦、看到了。哎、欸，他东西怎么没有跑到你身上？啊、卡了，吓死我了！我要来纵火了，我要到处点火。哇，你帮我回经验值，谁要谁要？我拿着一个打火石，看到人在满地乱丢垃圾，我就拿它点他脚底下。然后他站在木头上，气死我了！啊，消失了！鬼呀、啊，鬼呀、啊，鬼！我还是飞过去看好了，还是已经有人飞过去了？不见了。好吧，他好像不见了。何见呢？毛天，红石，我的东西嘞？没喽，想不到东西嘞。板岩铁矿，我不要生板岩铁矿，给我别的。给你什么？看看那个，给我个比较值钱的东西，生板岩钻石。真不行呀、啊！很赞呢，不可以？怎么会不祥的旗帜啦？有人在打那个是不是？那不祥旗帜不是存在很久了吗？刚刚的那个突袭的，我开了。不要逼我开始也来挖矿啊、哦！我这个木条可不是他伤害你，你不能伤害我们啊！你还有两组兵装在我这里，我船都已经在挖了，有什么好怕的？哎、欸，可是我是矿洞窟，我不是鱼骨哦，我是矿洞窟，伤害比较小。等下就看到很多人就身上都是石头了。啊，大家都是挖矿的，全部都是石头。今天是挖矿 day。哎呀，原来 boss 哦。哦，有一个身上清空，身上清空哦。哦，但等哦，看会不会跑到你身上。我说宠物饲料啊，好久以前的东西。那可以丢了，那个宠物太吃效能的。对啊，超久以前的东西。哎呦！哎呦！哎呦！两张30%生命卷呢？那个是我丢出去的。哦，你不要、啊？那是我的。看能不能物归原主的感觉。那、啊、请问收起来的瞬间东西不见是正常的吗？哎、怎么有一张防爆卷喷到我身上来了、哦？还有人钓鱼的防爆卷哦、哎是不是连钓也不能钓了、啊？钓到物品会不见呢、欸？对，啊 ，diamond 呢？啊，挖一下，挖一下，看是到谁身上，快！没有啦，是没的，没有啦。我刚刚是那个啦，我刚刚是看那个矿车。哦、oh, 直接把矿车打爆、哎！对，我直接把它打爆了。矿车在我这啊！来，再一个，看谁的。我拿铁轨来哭啊！我拿到箱子啊！我要再拿南瓜种子来了。明明还是回来了。南瓜种子？怎么会有铁轨啊？好刺激哦！我的天哪、啊！好有趣，铁护腿是怎样？还是鉴定完的？不要乱丢啊！鉴定完的。哦，有人在打突袭吗？我附近这边 ，no， 你附近有人、哦？莫名其妙，敌人剩下一个、欸，哎，好强哦！一巨人直接消失不见的吗？还是、哦、我也不知道、欸，哎，好神奇。谁的河豚？走开了！我要通通放在哈基家的箱子里。注意哦 ，boss 的血量哦，哎呦，要没了是不是？掉起来的铁矿声音不见了。注意 boss 的血量啊，不在我这。好，没有，没有，没有，他应该是手速很快吸，哎，那个吸到，没有，应该是贴着打吧。对对对对对。哎呦，哇，专业呢。怎么样听？这样听起来是杰克在打，对不对？应该是吧？你没发现他不讲话吗？对，哦，因为我光蛮有白痴哦，所以你很贴近的 boss 对不对？也没有很贴啦，就普通。可是他刚掉出来也没有马上被拉走。有一些好像不会马上，但有一些、因为他那个正常来说会有一个延迟，你才能捡起来嘛。那个延迟之间内他是不会传走的，
三哦，哎，要去，又一张防爆卷，谁的？哦，谁的钓鱼的吧？对，应该是我刚刚钓的，因为我拉杆什么东西都没有出现。你现在放钓鱼的最容易被拉走啊，其他你现在放钓鱼，你只能在你脚下钓，哎，钓完直接吸起来。我帮大家钓鱼啊，帮大家很好哎，很好好哦。对啊，走在半路肚子还有 Foodpanda 送鱼。哎呦！这药水是怎样？谁要喝啊？乱丢！什么药水？凋零！这是我刚刚烹饪的时候。凋零二的凋零三的药水，哎，传过去了，传过去了。哎、你的钻石还是绿宝石不见了？都是绿宝石。你的绿宝石在我身上。没事没事，我拿到最后的钻石就好了。我本来就抱持着我只要拿到最后的钻石就好的心态进来。谢完了，完了，啊，完了，什么完了？最高的稿子放到了展示框上，完了，你不能讲，讲到谁家？讲到谁家？被打了，被撕了，不行，我放上去了，我的稿子，打死你了。今日打下来喽！今日最大奖哎、欸！我自己打自己动手，不行，这稿子不行，稿子很强啦，可以，你不能这么近啊！可以啦，谁丢西瓜种子啊？没事没事没事，记起来。怎么会有杰克的头啊？当你看到这个头的时候，已经被好运杰克。杰克在打 BOSS 吧？对啊，没有，我还把那个头命名了说，那个你捡到这个的时候呢，你是被好运杰克造访喽。杰克造访喽。啊，那就马上扔掉了没有？我的天哪、啊！天哪、啊，这个好运太大了，扔掉扔掉。哎、欸，跑走了我的。好有趣，有个光碟也不知道谁的。好赞哦！哇，那你是好运酱油哦。那你今天乐透应该是不会中了啦。你要买乐透？对啊，你是看头颅啊。对啊，我没中过哎。哦，光碟。刚分享了一张光碟出去，反正那个也是漏斗捡到的。分享给你啊，反正这本来就是捡的。可以啦，可以啦。我分享毒马铃薯给你们。谢咯、我的冰砖飞走了，好好。毒马铃薯，我等下开始命名了，这是肌肉一号，这是肌肉二号。肌肉一号，肌肉。你经验值有点多、哦。那我要拿火把了，我有61等，我慢慢付哦。没有，经验当然多啊，我抖 M 键呢、欸。哦、oh. ，对不对？想要命名多少，抖一下就有了。对耶，来玩他这个，嗯，嗯。嗯，没事。看来又是怪怪的东西，还是怪怪的东西。Too much。嗯，好多鸡蛋啊！哇，那我这个时候去收田，你们会不会崩溃啊？别，我去收那个农方前面的那一片田啊。你为什么要收田？没有啊，我只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去收田的话，应该大家会疯掉，因为一大堆掉落物。那你为什么现在要收田？对，你为什么要现在收田啊？你前几次为什么不收田？为什么要今天？对啊，你为什么要今天？没有，你们说清楚讲明白。我就只是想要看大家会不会崩溃而已，超白目。你们这个面包一号是谁的啊？我没有用。刚刚繁星在我旁边，我是对，我是他那边只有他那边只有潜能鉴定台而已，没有铁针什么都没有。这网我保杰克，这网我保杰克。证明不要在面包三号了，是垃圾啊！不是我在这里哦，不是哦，二号在我这边，二号在我这边。嗯，现在总共有几号？我现在一号、二号了，好像那边有三号、啊。我烧掉了，烧掉了，烧掉了，要烧掉了，全部收集可以换大奖。哇！都不会掉啊！你看这边超好笑的。哎呦，看到这不错哦。卷轴不见了，防爆是不是？我又一张了。哇，啊、好猛啊！谁在跟你讲？你有两张防爆是你的。没事没事，我之后再说。这里这个箱子，这个箱子。哦，感谢感谢感谢。两张你的。
觉睡觉。哎、哦，邮章是谁的啊？啊，上满了。哇，那今天真的是会捡到很多不义之财。对啊，不义之财。要不要还就看你个人哦。我现在捡到最好就是防爆卷。好诶、欸，我捡到隐藏物品诶、欸。隐藏物品？是什么？对啊，我捡到一个隐藏物品。你是说好运杰克吗？哦、那蛮隐藏的那个。没有，你那个很烂。哈哈哈哈哈！你那个很烂。对啊，你好废。那个好运杰克我已经烧了。啊、哦！你可以把它变魔石啊，我早烧掉、哦。八百被烧。我怕我把它变魔石，我就中不了热度。你不会 Q 出去给别人哦？对啊，他就会被好运杰克造访哎、欸。对啊，要转寄分享哎、欸，你不是以前玩过这个东西？哦、我要再丢一颗了，我要再丢一颗了。你是说以前会有那种看到这个人你就被诅咒了，你要转发给十二个人，否则你晚上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好恐怖哦！杰克西，亚西人，亚西人，小福蛋，这谁的？杰克，是我。小福蛋是什么啦？我分享给你们小福蛋，你好像很好笑。原来是你呀、啊！这是阿纪嘛？对，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好，那是谁、啊？真的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那请问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是我刚刚吸到的，这真的不是我，不是我丢的，真的。哇，你这很容易会制造误会。白手幸运蛋零零一是谁的啦？我是零二。我没有宝可梦可以携带啊。幸运蛋零零一。哦，把全部鸡蛋全部丢掉。你是 Q 还是右键啊？那右键丢爆，直接把它扔爆会更多的蛋呢、欸。那我刚刚在那个有谁被好运杰克造访啊？你是说那颗？你说你的头吗？对啊，在我身上。头的话，哎呦，你可以看一下叙述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可以换大师球吗？这个时候可以跟哈基换十颗钻石吗？你鬼东西，我还不要理你了。我来了。你讲帅就没有下一个了。刚刚小雨是第一个换到的，真的假的？你讲出来了，你讲出来了。杰克，这个太废了，我不要。耶，你讲出来就没了，没了。杰克破梗了，你知道杰克的是什么？杰克的是负面效果、欸，你知道那个他记得就是那个好那个什么大财神啊什么，然后杰克就是那个大穷神，大穷神，要拉拉爆，捡到财产会损失这样。他真的是捡到财产会损失，他说你看到这颗你就要丢一颗钻石出来，什么鬼？真的很好笑，哇，真心话大冒险哦。对呀、啊。那现在可以骗人哎、欸，匿名的、啊，我说谁谁谁会给你钻石、啊，老公说都没有写出口，好坏哦，好坏、哦。有人这是七龙珠吗？我超级大一颗，一颗了，要七颗是不是？我有三颗哎、欸，我怎么又有三颗？龙珠、欸，我有三星的，我有三星的龙珠，我应该是六跟七吧？他是有龙珠了哦，上面没写，没写几号啊？我拿到四星，我拿到四星珠啦，四星珠，是没修复的。有人提议说，今天可以玩类似抽鬼牌的游戏，就一到四之后，啊，就有各四张，谁先抽到底子的谁就获胜。弟弟啊，对，好像有趣哦，好像也可以耶，鬼牌有点随机啊。不是啊，抽鬼牌是我们要 Q 出去给别人呢、欸，我们是丢鬼牌、欸。对呀，丢鬼牌，只要我鬼牌丢得更快、欸，他就跟不上我。你这波是满的，你永远就拿不到鬼牌了。啊、真的、欸，好有趣哦。哇，这个，喵。
喵，你干嘛？为什么喵？你干嘛？我要找特产了，我要找特产了。啊、所以，哦，该不会？哦、我指令哦，好哦。命令，命令，命令，命令。哇，所以可以叫影月哈基喵一下的哦。我想说突然怎么突然瞄了一下，好像蛮有趣的，好像变成大冒险的那种游戏了。你们有没有收集到七颗龙珠啊？没有，现在我有三号啦，你可以Q出来看看啊。我是四号，Q给别人啊，这个没有写几号，你拍我，让你再Q。死这马铃薯是怎样啦？我不要这个的祝福啦！马铃薯的祝福，好烦的。他是藏宝栗鼠的祝福啦！救命！怎么有虫子死后挂号假的啦？好厉害哟！很强哎、欸！我捡到虫子石，我捡到，有点好强啊！真的是太有趣。嗯，看啊，应该又不见了，不 OK 啊？有没有河豚啊？让我抖一下。有没有龙珠啊？我有，我有，我丢，我丢。龙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我要收集龙珠。我身上会去哪里啊？随便。你别放箱子啊，过来。哎、欸、，Hello， 我有三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三星哦，我拿三星哦哦哦，这太多星了！你看这龙珠星星数不对啊。对啊，我就觉得龙珠你会乱混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六个星，六星珠，七星，七星，五星，三星，一二三四五六星，哎、哦，差二星珠啊！我觉得现在铁子好需要、哦，我觉得经验很需要。怎么？那你要不要抖一下？嗯，我中秋节烤肉啊。哇，中秋烤肉已经绝版了吧？这一年多了。我的是七星耶。七星？对啊，我的是七星。屁哦！我这里有一个七星。那怎么会有两个七星？这个七星是盗版的，是不是？有个盗版的，盗版的，盗版的。出版，出版是谁的呢？这个这边有。我这边也有，这边也有。白喝水瓶呢？谁啦？水瓶是谁啊？要大家喝水啦！喝水是不是？好啦，喝完瓶子还你啊！好。谁啦？瓶子啊！还我！失踪的二星球在哪里啊？该不会被烧了吧？被烧了吧？哇，那没办法许愿的。啊！缺二星球啊！为什么这里有一颗龙珠一？怎么会有龙珠一啊？龙珠一不是在我身上吗？好，有赝品。哎、欸，这是不同的龙珠哎、欸。有假的。哦。哦，这是第二再版龙珠，再版龙，再版再版龙珠。那你可能你要拿去鉴定一下哦。我身上有一个龙珠三挂号再版，他都表明再版了，原谅他了好不好？他是正在制造中啊。那我没有再版的二星啊，来来再版的二星，再版二星，不可以这样混搭的吗？不行，这样子都是龙珠嘛？对啊，这个龙珠是可以使用的，哎，这样对吗？我看到龙珠会使用不是很正常吗？给你玩，龙珠七颗，然后塞一颗再版，被别人拿走了。招出来会不会一只手颜色是不一样的？
没有抓出来绿毛虫。然后这个我不然把龙珠五星丢出去了啦。龙珠五星会落到哪里去啊？恶心！啊，现在要干嘛、啊？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会掉一大堆掉落物哎、欸，对吧、啊？请问一下，是真的要来玩扑克牌是不是？谁、欸、的剑符和整箱送过来了？哎呦，谁的、啊？哦，对，新的龙珠哎、欸，新版龙珠。对啊，新版龙珠啊，旧版呢、欸？哦，你现在四个，我拿到龙珠六号了，他是终极神珠。等下我这个，我的剑掉出去了啊，吸回来。是，我说把这个龙珠右键会怎样？他出去啊！你的龙珠飞出去，龙珠丢出去。龙珠丢出去，他没凑满七颗没有用啊。我要收集龙珠，我要收集龙珠，给我！这个，我找到二星珠了，三个。等一下，对，在那边叫他。在十分钟之前有丢过中介珍珠，该不会？哦，我找到第一版龙珠一整套了。你在做什么？啊，在干嘛？竟然乱打字，是不是？召唤了，是不是？那你要召唤神龙吗？召啊、哦，他是神龙，是不是要召唤他对？他是神龙，对不对？哎呀，我抽满一整套了。我在盯着你，团团。嗯，你做什么事？你是我。对啊，你在我的这个烤鸡塔做什么事？没有啊，我只是丢了事而已，我有丢准。丢了事，我丢准啊。来，哎，我没拿，白痴，你没等我。哎，可是你看，我有一颗这个呢。怎么有一颗假的？你那个是假的，你看，小雨看，这是一整套的。这个是怎样？哦，这个是一整套的，一整套的。那个假的哎。假的、啊，另外一套哎，很像啊，很像啊，有磁性的，啊，差不多很像、啊。给你召唤神龙飞拿去。谁拿走了？那怎么算？这怎么算？请问？那怎么算？我们重来。不行。太好了，我找到了。这就是谁的泥土界符合了？我快笑死了！我刚刚在找你。有的召唤神龙，我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给我，交出来。好了，来，耶！那我要把这七龙珠裱框起来，一半就好，一半就好。裱框起来，一半就好，一半就好。多拿一颗赝品帮销毁。哈哈哈！笑死！你帮拿，太有趣了。右上角这个，我拿一半就好。不行，我要再玩一次，这居然没玩过。不要，凡西不能讲，我不能，我不讲。阿凡西，你等下如果拿到，你再丢掉就好了。我抽到了这一张，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不小心右键，它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嘞。完了，这个路它就不见了嘞。完了，我是没按到啦，所以是没事啦。不过这个很容易按到啊。哦，铁针爆了没有？没事。哦，为我东西也一起喷出去了。我难怪叫成这样。对啊，害怕了。哦，有人给我潜能晶石，好赞哦！先留着。好爽啊！这看起来应该好吃呢，披萨。怎么这么多剑？哪来的？那个剑死的剑吗？哎呦，行了，觉得好白痴哦。拿来一把剑。啊，不知道到底玩不玩得成呢，好期待、啊。嗯，我也很期待、欸。对啊，可是现在好像都没人有动作哎，好难过。
哇，他哇，什么视频呢？他记好多空瓶子哦。有人在打 boss 吗？我怎么拿到一个不死克星五的钻石剑？啊，我拿到四把。哦，好像哦，全部都是有特殊技能的。大家都不要乱丢了吧？谁的幸运彩掉地上了？谁的掉杆啊？幸运彩掉地上？谁掉杆啊？哎、欸，有人不玩直接丢掉，我要再丢一次。回到你那边去了，太快了，我这里了。又有人丢掉，我快笑死。你们是不是在远端传信啊？有，其实这是那个乌托克吗？对啊，跟谁聊天？去吧，看谁会拿到了。哦，好，好的，这是假的吧？这是什么东西？哦，好吧，我刚好像看到一个不荧光什么的。没有没有，还你还你还你。你们怎么直接还我了？我家。哎、欸，我没有扔出去哈、哦。我到我家。哦，你很像啊。不要。我再给我一次，我再给我一次。酱油，奇怪的东西吗？要回到你身上是不是？没有啦。哎呀，究竟他还有救吗？我来看一下。怎么了？你要喊了吗？你要喊吗？喊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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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做人了，救救！不是啊，上面这个找谁拿钻石的要讲一下啊。哦，是你哦。哦，快笑死！我今天都很赚呀！你怎么了？你好会赚哦！你很会赚耶！你拿右下，拿四颗。我怕丢出来就不再是你的了。一定是，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你的手速不够快、啊，对，我手速太慢了。借我十颗钻石一下，我要帮忙烧掉，烧不掉。来这边，这边。哎、欸，不行哎、欸，没有人要玩我那个，好难过、喔。我感觉也没有玩，没有人玩嘞、欸。我找到了，啊、是哈基。注意一下，我只是身上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看，看，你的任务吗？啊？这是你的任务吗？你有用这个吗 ？OK。我找到了。啊，你找到了，那是蛮新的了。哎、欸，不是啊，这谁是后遗症？这有人乱改啊，白痴哦、喔！名字被改掉了。谁领的？我接到十二，我要找谁领呢？这是团团的任务啦。啊，对啊，这是我的任务啊。没错啊。我为什么是在我的箱子里交易？等下去我那边，去我那边。哎，陶安，哎，我爱你。谁任务的、啊？这谁取的？我就觉得不像是你的啊，谁的啊？谁的、啊？那喊团团我爱你，可以跟团团获得十个钻石，这是恶意的吧？这是乱来吧？有在搞啊！哎、欸，搞得出来哦！不是我这里的，哎、欸，谢谢。你看这个，这是不像是你会用的纸啊？这不是我啊，我哪会做这种事啊？哎、欸，团团，你这还有这个？哪一个？哪一个？哦，对对对，哎、欸，我们一起、欸，给你。对，每个都躲在家里隔离哟，干嘛啦？出来，出来走走。
我是这个的哎、欸。他聊一定了。什么东西？你们这样看，这样看，这到底是三小？什么是什么？你看杰克的门前，你看杰克的门前。我要去看，我要去看。杰克的门前。门前。门前怎么了？这边怎么了？你们觉得哪里怪怪的吗？哪里怪怪的？看年少，你看年少，你看年少。他的鼻子怎么了？他鼻子那个。啊、好，你可以跟我讲乐高，跟我讲乐高。没有啦，就是任务就是要收集年兽的左牙跟右牙，把它装回去，然后我们装在鼻子里。鼻子上、啊，你装，你装外面，装错了啦。奖励在你，奖励在里面有个箱子。哦、好，那有在年兽里面，在年兽里面。那他牙齿要粘在哪？那就一人一半分。里面吧，从里面。里面哪里啊？哦，贴这个里面这样，这里哇要要从里面哦，谢谢哦，不是，是贴住了啦，外面怎么了？哎，酱油面哦，这是哪里啊？你可以不要拿鸡蛋吗？这样子啊，然后但不然又进就没了哎、欸。我刚刚想说会不会没有人来换牙齿啦，就永远没有，没有牙齿，有牙齿啊，只是怪怪的。谁在哭啊啦？走开！谁在哭啦？你靠！哎呦！太白痴了！啊！机会让给下一句啊，总又是拿到我一样的啦。而且那个什么，那个他自己，你知道你不是拿到那个要跟别人借钻石嘛？然后。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我会说那个繁星不能讲，是因为繁星同时拿到好运熊猫跟坏，我同时拿到两个熊猫。然后邪恶熊猫就是要想办法在好运熊猫完成任务之前要去找出谁是好运熊猫，然后就可以拿到。然后同时他拿到超白痴，他可以阻止他自己耶，哪一次拿两个？我就是找他哎团，你看我手上这两个，他是狂笑他。所以刚刚团团我爱你是谁？举手。没有，刚刚酱油讲啊，酱油他酱油啊？什么？我没有啊？不是吗？啊，不然谁？是我啦！哦，记啊！哦，他记啊！我还找你拿钻石了，他记。你刚刚那个放的位置，我已经换钻石了。哦，是哦。对啊。有啊，这边有个十颗的，不知道谁的，你要来看。哦，你那边哦。对对对对。你那边是哪边？就跟刚刚跟你交易的那边。哦。是我偷吃什么东西？这鸡蛋越来越多了哎、欸！这个嘛，这个没有加什么有趣任务哎、欸，你有想到什么 idea 了？对耶！完，我们今天大家就都在玩这个东西了，钻石。啊，钻石还你了。哦哦，谢啊谢啊。有趣，感觉铁针就是我们的 email 那个新电脑。对怎么又是这个啦？一直拿到你的，我看。很闲的。闲下。不要不要那个东西，走开。哦，我后悔了，嗯、他可以做成砖。我后悔了，什么莫大？什么？小麦那是谁？他怎么速度光点没了啊？速度是悬空的、欸，速度一直都没的啊！你要打人吗？对啊，我有三的，你要不要？可以啊，我打简单的就好了。我直接在你箱子拿好了，等一下，不然又飞到哪里去不知道了。走到一起打、啊。哦，钻石飞走了！哦，看来你的幸运结束了呢。哎呀，哎呀，是我想把附近的鸡杀掉，有一堆蛋啊！好多鸡蛋，第一次觉得鸡下来很困扰。哎、欸，杰克，你拿了、哦？嗯，拿了，拿了。我不要动。所以没有人要认领那个戒符盒哎、欸，我捡到一个满满都是泥土的戒符盒。
啊，应该是就不要了吧？送你的啊，谁的啊？哦，赚一个戒符，我已经超多戒符了。赚烂，赚烂，赚烂，赚烂。繁星这样子哦，嗯，没事啊。反正攻击很低啦。好，啊，我捡到你刚刚丢的骨头了。我应该命名那个是什么骨头，可以兑换 NPC 换现那个是吗？跟 NPC 兑换现金。你想到什么？本奈，本奈，好啊。小雨说：“我想到了。”然后就搓牌，对啊，他就不见了。所以是想到了。哇，你生了一只小鸡？啊，弄一个东西。他死了。这很像哎、欸。哦，好了，终于都打我了，我给你了。希望有人可以捡到这个。啊、有人谁晚餐还没吃啊？我，我，哦，那麦当劳啊，麦当劳很棒啊。我正在吃。什么是？是任务啊？这是任务吗？任务吗？不是啊。麦当劳很棒啊！麦当劳很棒。原来是工商人员啊！要接工商哦。今天就有一颗石头问我要吃什么啊？可是你今天不是吃麦当劳。算他推荐麦当劳啦、啊、这个是不是你的杰作？对啊，这样。那我去砸。好，去找他，去找他。很像哎、欸，你仔细看嘛。蛮像的。很像吗？哈记，哎、欸，我捡到你的东西，你在哪里？我想看。感谢你们绕方形的方式吧。OK。哎、欸，干嘛干嘛？幹嘛那给你好了，这是哈基的东西，你要拿去还给他哦。哦，好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啦？没给他、啊。我绕着你跑好了。也是可以。不是啦，你这个数量错了，等一下。哦，不对哦，好难看哦，好难看哦，数量要再多三个。没有吧？他有要三个吗？他会烧，他会烧。拍摄拍摄，我的箭有燃烧。我要玩到等级快要三十等以下了啦。我还找到我自己走失的亲戚啦，谁啦？他走到家了吗？有，他在我手上，他在我手上。我带他去团圆了。阿基，哎、欸，在哪里？在我家。我在家裡。啊，我不小心把任务丢了，对不起，不知道谁的。我捡到一张，哦，强绿哎。靠北啊！对啦，对啦。哎、欸，你有四颗智齿啊？嗯。还有三颗是我爸爸补的，一颗是小雨补的。那是补智齿的部分啦、啊。哎、欸，很像哎、欸，体力超像的哎、欸。完全被还没打完，被失败了。我想说奇怪，没事没事没事，奖励啊，没事没事没事。哦，我想你怎么出去啦？没事啦，都是回来了，出去。哎呦，没有人拿到最新任务啊？哎，最新任务哦，看一下，他先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有没有人去找。不是这个任务不对吧？任务太少条件了吧？这什么东西？100%攻击卷轴哎！哇哦！哦，是命名的吧？乱命名的吧？对，我来冲冲看，没有过，我要怪他了。究竟是谁？我看叙事是70%啦，哦，那他书都写100%，我就可以试试看。哦，如果没过，就找看是谁制造这个。他不会承认，他不会承认那个。就是匿名吧。没过，还真的没过哎。赝品，赝品，过哎，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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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假100%。赝品。不 OK 哦，不 OK 哦，不 OK 呢。
嗯，丢出去之后，它回来会变成什么？对了，去了，完了，还被吸走了，吸走了。刚刚有个中间之眼，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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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是吗？什么什么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发现我都在角落。在角落。我刚刚丢出去的。怎么又捡到？怎么这么多鸡蛋？真的超多蛋的。我附近是多少只鸡啊？这个条件怪怪的啊，你怎么知道？哦，这蜜蜂飞出来。再见了。嗯，看谁拿到，看谁拿到。你是在干嘛？我要看到那个血流成河。对啊，对啊，对啊。要不要组合一下？嗯，只是现在跳出去会完蛋哎、欸。那个我这个、啊、我这个。可是这会被挖走哎、欸。没关系，我就放着哎，我就放着，里面只有那个。哦，这个。这个。你记一下。我记一下，记一下。不要再的鸡蛋了。哈哈，我拿钱拿钱，这个挖走飞走就算了。好，没事，还在我身上。不是拿到，来来，我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这又是什么了？什么？还有丢的小鸡。今天是小鸡出生率最高的一天。对呀、啊，怎么那么多小鸡啊？多的小鸡，一堆鸡蛋呢、欸？哎、欸，不是这边，走这边。哦，简单的先来一下。喂。哦，你是拿试试哎。真假？哦，你还没到啊？他正坐标哎、欸，他、啊、不是负的吗？所以刚是阿旺拿到，哦，是负的哦，负的啊，负的。哦，我刚刚、哦、我刚丢十本那个30%的生命哦，我说免费直接冲，那就要冲。哎、欸，你们任务一次丢太多了，救命啊！一人一半，一人一半，分赃分赃。我拿走了，我拿走了。好好好，我要回收这个给别人。对，哎、欸，不是不是，我们把它放走，我们把它放走，我们再把那个。啊，你讲出来了。啊，这个不错啦，这个不错。好嘛，不然我放一点东西进去。我看一下。酱油，酱油。这个啦，这个人很喜欢这个。好。酱油。哎、欸，我这个，我还捡到、這個。我一直在讲话，原来我都没开麦。对啊，你为什么要关麦？有可能跟观众讲个什么吧？没有啊，不是啊，我就想打字，不想让被你们发现我在打字，然后我就忘记开了。哦，让你确定你有输这个哈？我不知道哎、欸，你看看呢、啊？你看看。好，那我来了。好，来来来。怎么？破碎吧，现实粉丝把精神放逐吧，世界给我钻石啊！太饿了，太中二了。要你过来、啊。你过来，有了有了有了。哎呀，这边又下来了。不错哦，哎、欸，这位勇者，你很有拯救世界的资质哎。你有粉碎吧你。怎么这个又回来了？哪个又回来？捡到一个坐标，坐标你另一个坐标嘞。嗯，你看看呢、啊是不是要凑一下呢、欸？我好像找到第一个坐标了，刚好传到我身上了。我找到第一个坐标，刚好传到我身上了。等下，团团，你家门前好多小鸡哦，他都会乱丢啊。不要啊，杀一杀，杀一杀。哎呦喂！杀杀杀杀杀杀杀！哎呦！哎、欸，阿旺，嗯，你有没有看到《龙珠》267？如果是中介的话，我都扔光了、欸。哎，啊，你都扔过
我点右键，你就喜欢丢掉了。你都右键，他就不见了。你都喜欢拿可以点右键的东西啊？跟你讲说你要小心。不是我啦，那不是我。啊啊！到底有几个版本的龙珠啊？因为我刚刚那个实心的星星是我的，我只做了一颗而已。好像那个中间珍珠是我的啊，中间珍珠是我的。哎、欸，我剩三颗了，我剩一三跟五。可是别的宝珠都被丢光了嘛，他就凑不齐了。你召唤不出神龙，那也没办法啦，我召唤不了神龙了啦。你只能跟着一起丢了。你能去平行世界玩了。对。我召唤不了神龙了啦。你看被抽筋，全部一样星宿的啊。去平行世界拿。啊，怎么这个？为什么哭啊？越来越多个了啦！哎、欸，哭啊哭啊，可以换魔石哎、欸！我不能把任务丢掉了。哭啊，可以换魔石哎、欸！这个不是刚已经问过了吗？这个怎么又出现了？今天我吃，这太难吃麻辣锅，可是我还没吃完。这怎么又出现了？这个就出现过了。你知道我这个十块鸡块已经吃了快20分钟了，哇，凉掉了吧？好好，任务一直下来哦，一直下任务啊，一直下任务。你可以给，你可以给其他人啊，你可以丢掉给其他人解，不想解就丢掉啊。对啊，有太难了，这太难了，这太难了。有一个他的解线交给别人了，可是我忘记旋律了。什么旋律？怎么选给你？提高拒绝。设计细胞全面清洁是吗？你的电话绝不漏接。幸好我才捡到这一段。Real real ring，I don't need ring yet。绝不漏接。啊，我觉得这个很困难，我想把这个丢包给人家。我也觉得我刚刚也丢一个，可是我觉得你发现了，你要不要这个任务很不错哦，来来来，很赚啊！我看过了，我不要他，我看过了。啊，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所以那个是我丢掉的，我看过任务就会警戒了哎、欸。我还有任务哎、欸，我还有其他任务，你看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很适合你，这很适合你。哎，你的字打太多了，看不到啦，移不外啦。来这边交易，这边交易。什么东西啦？啊！啊，这好难哦，这个不适合我啦，这个不要玩这个，我不要玩这个。好的，你们把任务推出去了。有的任务真的很难哦。那个大家看过都会有警戒，就很难了。对啊，这必须销毁。哎呦，好笑，快笑死。我觉得有人是啊，今天我们的活动是莫名其妙就变成这种鬼变寻宝大赛，我很奇怪的形式，任务达到一次，很有趣，任务大赛了。捡到鸡蛋，我都要看一下谁拿一整组鸡蛋，16颗，哇，6颗，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在找我的鸡蛋的另一半。啊，这个我跑回来，我再丢出去。什么这个？白痴哦，太长了，我看不到字，我要去用铁针看字了。为什么拿到什么？难道我自己写的？什么意思？你好，今天过得好吗？我要用铁针来解码了。嗯哼。这太难了吧！太难了，有一个人一直出一些很困难的任务，还有限定时间的。哎呦！哎呀！放弃任务。放弃任务，放弃任务，放弃任务，再见的任务。你刚刚那个任务就是我放弃，然后扔出去。好吧，我
大家有太难了，太难了吧，太难了。不是，做你的任务时间只给七分钟，也太恐怖了。哎呦，好有趣哟、哦！我笑死。条件真的很多哎、欸，条件越来越严苛了，不能越来越简单了，完蛋了。这样才有趣哈、哦！观众说一个很过分哎、欸，他说再拿到那种很困难的任务，我就把两个都拿去换魔石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好坏哦！看来我要拿别的东西了，因为那都是我出的。哎呦，才不会让你们这些观众得逞！我要看我身上什么东西最多。哎、欸，这个是谁啊？我要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啊，我拿这个好了，这个你们就还在耍的那个。那个还在啊，不是已经被挖走了、喔？真的吗？谁、啊、拿烧毁啦？我看着那两个人把他挖走的，把他烧毁啦。不是，不好意思，我刚捡到那个十本，就是捡到就开冲30%，然后一次都没过、欸，哎。哈尴尬了吧？你就是非洲人了。没关系，我拿一个金斧。应该要说赌在主武器身上吗？对，一个都没有，没有，我的主武器全部都已经抽过了，都抽完了。哎、欸，那个小心得奖人啊，要 boss 要掉了。啊？这个竟然还有翻怪哦！我以为只有这两个了。没掉，没掉这。我没有拿钻石，钻石在谁家？啊，不在我这。钻石，我捡到杀怪证明。哇，哎、欸，我拿到50颗钻石、欸，哎、哦，好赚、哦！哇，赚烂了。好了，那个就当做你的吧。哇，那没办法喽。那也没办法。赚烂了。我腐肉写个滴滴滴的呀，就听。还要解码，要解码哦，是不是？滴滴滴，还是你要再捡更多的才会那个？哎呦！又听又听，好痛哦，都没有拿到钻石，亏。好赚哦，炫爆喽！的网页炸了，网页炸了，对呀、啊，网页就什么的网页，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点 YT 后台还是 FB 什么都打不开，你们可以吗？哦哦，他好像说 FB 怪怪，我 YT 也是哎、欸，是哦，嗯。我想说，我聊天室都没在跑，想重整一下就死了，是打不开哦。怎么会有 TNT 啦？对啊，恐怖！你这是 FFF 团吗 ？FF 恐怖哦！不是啊，这个实现任务第二个实现都要过了，那个已经绕一圈又回来了啦。哈哈哈哈哈！大家知道什么任务很麻烦，大家都会丢掉哦。太麻烦了。这任务怎么回到我自己身上了啦？我要把手直接放第二题，很可怕，很可怕。这样没有死、哦，他不见了。不会有人身上带着打火石之类的吧？没有啊，你忘记小鱼他就带一个耐久打火石。我也会的，我也会的，他也不会点呐、啊。我放在他家门口哎、欸。我放在他家门口，他也不会点啊。来自修复。我刚刚只是好奇，为什么是这个歌词，是不是打错？想去查，查了一下，发现网址坏，网址直接爆炸。对啊，不知道我直播还在不在。嗯。哦，用手机看。嘿嘿。啊。哎。哎。你怎么借传一下？我突然大家一阵疲劳，是不是？累了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做那些奇妙的任务，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村长任务出太难。龙珠已经没用了吧？已经有人烧，有人丢掉了、啊。龙珠第一次用完了、啊。龙珠对啊对啊。中介珍珠的又有缺了、啊。中介珍珠的已经缺了。中介珍珠有缺了，那就没用，就丢掉了。这滴滴滴怎么跑到我身上？他是你丢掉了？
对啊。好好。嗯，我没有线索。啊，你有没有拿到 X 的、啊、？X X 没有。你有拿到一个什么 Z 的，不知道 X 在哪。啊，汪汪，你看看。其实有 X 跟 Z 就很好找了吧？可是就没有 X 啊。看他的名字。就没有 X。圆圆，你看一下他的名字。你的箱子好乱哦，跟我一样。旺旺。啊、直接旺旺吗？直接旺旺了。这台是什么的啊？旺旺。不是，你就是要大家都看过的、啊。是吗？哎、欸，我没看过那个、欸，是什么啊？对啊，那是什么啊？那你看，你看他名字，那你看他名字。嗯，怎么了？这只兔子很可爱啊。很可爱吧？啊，兔子。对啊，你来看。兔子啊。哈。兔子。对啊。你才兔子啊！啊你看不是兔子吗？你是不是装了材质包啊？他是兔子啊。对啊。我只觉得你们是不是在吊我说这明明就什么之类的。哦，我是没看过那任务啦，我没看过，那么夸张，这怎么了？这什么？什么意思？什么什么好多回合？填空题吗？这是填空题吗？我要让他去自由了哦！自由，自由，自由，飞上去了！我是啊。我这一刻又回来了，太难了，好难哦，好麻烦 哦，这个怎么又回来了？再见，哇，直接丢掉哎、欸，是什么啊？好好奇哦，那好多，是什么啊？这个我有点跨不，我呀，那这个飞上去了、哦，啊，这不就二月吗？这什么东西？哦好，我要回答一个东西。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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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打你的腰啊！来喽，来喽！啊，你要回答什么？你要回答什么？五月卫生纸。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能跟他们说猜谜：五月花和百合花哪一个没有生小孩？对。哦哦。那我也要回啊！这个大玉啊啊啊！那什么？大月有三十一天，小月有三十天，哪个月有二十八天？大声喊出来！二月，每个月都有，每个月都有二十八天，每个月都有二十八天啦，好啦，欢迎你，猜错了，哇，你错了，我错了，真的我经济转弯，你被掉了，不是啊，这个。这个歌填歌词，这其实不是我出的，我是后面自己乱加的，怎么跑回我身上？怎么还？原来是你乱加的，我想说怎么歌词不对啊？因为我后面我不知道怎么唱的。忙着快乐，忙着从彼此陌生到熟。啊，怎么这世界？这世界是怎样？我来领奖了，彤彤，我来领奖了。我的任务是要想办法让人家其中一个人唱歌。哇，你很强，你刚刚直接拉唱哎，好扯哦，好扯哦，哎，你很扯哎，对，你知道那东西不是我做的，你知道吗？那个不是我做的，那个是有别人的任务，对，哇，是跟你连锁解任务的吗？连锁任务哎，啊，你要来这边找我，你要来唱歌哦，不，石头要被吸走了，然后我想要打算，有没有身上有捡到三颗钻石啊？怎么了？我有哎，我有哎。那你是五四拉很久了、欸，我好像可能哦，我的头啊，三十，太大声了啦，太大声，哇，这才够凄厉啊，对不对？超凄厉吧，行，还有一个我很期待的任务，大家都。觉得太难了，解不了，应该都被扔到仙人掌了吧？对，我觉得应该是被扔掉了。我还留着啦，可是那个真的太难了。时间有变长一点了啦，怎么好像都小雨拿到？我真觉得好好笑。不是你知道这个梗，就是我跟你啊，结果就是我拿到任务。可能是小雨舍不得扔掉啦，因为大家应该都看过一轮扔给小雨这样子。那我要是把它丢走，我已经拿到第二轮了。哎、欸，时间有变长啊！
你说日文的那一句吗？我放弃了，我要把这丢出去了，再见。你知道我拿到小麦种子，我会怀疑这是被命名的，你知道吗？我不是种子。我去看一下，我再看一下，我捡到每一颗鸡蛋都要看一下。种子。我现在看到什么都要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种子啊？没有，没有。你要，你可以去那个魔方前面拿。魔方。对啊。你自己去采啊。我要去取名为种子一号、种子二号。干嘛？被笑死！喂，你拿到一个问题啊？这个是脑筋急转弯还是什么啊？请说出你的疑问。他的题目叫做"离婚的主要起因是什么？"请问这道题到底是？怎样？觉得这是观众提问的吗？拿来用的是不是？这个是观众的投稿是不是？对啊。很突然的，欢迎来到轻松电台。哦，他们说是结婚啊，哦，好。哦，结婚哎，离婚你怎么？有了结婚才会有离婚，好像也是啦，也是啦，也是啦。我真是想不到，就是会印在饮料杯上面那个。对啊，饮料杯烂笑话哎。哎呦。我可以公开帮我的鸡蛋征婚吗？哦、他缺少他的另一半，请问有人牵到他的另一半吗？我这里鸡蛋缺少他的兄弟，有人有他的兄弟吗？哎、欸，我们要不要认亲看一下？搞不好是哦，搞不好是哦。你的鸡蛋叫什么名字？来，我去你家，我们偷偷看一下，偷偷看一下。我看你的蛋，你看我的蛋，看哪一颗比较大、啊？我那真的是还好，是我跟酱哥，那就完蛋了哦。你是比什么呢？我错了。好，拍谁？这个吗？那我去。不是、欸，怎么一样？完了。完了，不一样。不是。你看，我还有一个这个，哎、欸，真的，怎么那么黑？怎么一个？哎、欸，你看，爸爸给我三个，为什么你要蛋比的超开心的？哎、欸，太多蛋了，什么东西？哎呦，找不到啊，失散的兄弟啊，被扔出去了吧？会不会被人家不小心就扔走了？啊、我觉得有机会，有可能。那这个就完全，这个就永远都无法完成了。哎、欸，我的那个头被放在这里，我快笑死了。那还有日文，太难的啦。你说那个太难的啦，弄出了，太难的日文。猜谜吗？达文西，这谁出的？不是啊，你自己讲答案在干嘛？你拿到那个什么东西啊？你要念一下。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谁画的？A. 达文西 ，B. 拉斐尔 ，C. 团团。哈哈哈哈哈！选择题是怎样的？蒙娜丽莎。啊！来，加油！我忍住了想说大喊“团团”的冲动。哎呦，完了 ！Where are you？ 你可以直接踢我。这太难了，别啊！哎、你的甘蔗，这里。哎，杰克，为什么这么甘蔗？他突然喷这么多甘蔗出来，自动甘蔗机在采收啊！哦，他们采收，难怪。对啊，突然喷一堆，我还活着哦，这样子。这个任务怎么又回来了啦？回来第四次哎、欸，已经尽力了，大家都闪过那只狗狗了。对啊，哎、欸，等一下，那哈基，我想看一下那是什么，一直很好奇。这个我要改掉，这叫做想办法让自己以外的人说出猫咪。啊、oh! yeah.。这个你们每个人都轮过了吗？我没拿过，不是我啊。可是我刚刚觉得怪怪的。我没拿过啊。哦，还是出任务用自己的头好了。没有头，没太多的头。哎、欸，哦，你们的头都拿那个魔石磨掉了。对啊。
啊，我的倒是还是一堆，因为没什么。不行，我铁针被玩爆嘞，好烦哦。铁农场还是啊？哇，我要重做一个新的。哎，你不用啊，你那么幸运，你一定很多铁哦。我有一个问题，我拿到一个歌词集，可是这个歌词好像不太对。不对，都不对。对啊，你没发现我都在交流？刚刚我唱完了。不，没有销毁。那个可以销毁了，那个销毁了。我想说，这个歌词好像也怪怪的、啊。对啊。销毁，销毁。总价被销毁。销毁。滚滚滚！滚滚滚滚滚！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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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哈哈哈哈哈！过这个任务，我知道正在干什么，我知道。什么东西？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任务，可是我丢掉了。哈哈，丢掉了。什么东西？没事，都小啊。哎，小鸡扔出来，生出来就杀掉吧。杀掉太多了啦。对啊，多只鸡了。这个是小鸡的。小鸡也复仇，这附近唯一有小鸡的就是哈基的焚化炉而已啊。嗯我的焚化炉不是吧？哈基的，哎没有，那是我的那个，不然你的垃圾桶啊。对，好好，听起来说哈基的焚化炉听起来哪里怪怪的？好像怪怪的。你怎么在这里呀、啊？自学，什么可以玩？我想啊，这个又增值了。什么东西增值了？我刚找酱油比那个蛋，又有蛋了。叫我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带你看一下，哦，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我去你家，你听听我，嗯。哟，看你还在转呢、啊，还在转。我也想看你们比，我也想看你们蛋蛋呢、欸。不行，没有，你不可以参与我们的比蛋。天气很不妙。Hello 。那等下会有新的蛋蛋出现哦。体型是微小还是超巨大、啊？我有兴趣、欸。侏儒吧。侏儒啊。那真小，真可爱你。好了，这个不要了。那我要命名蛋了哦。嗯、命名蛋，你要命名什么蛋？我想到蛋认不出音乐出的、啊，好安静哦。应该就是了吧？我觉得应该是有几颗蛋被丢出去了啦。我觉得他应该是他的兄弟不见了。他的兄弟应该是被丢出去了。我到现在只有一个兄弟而已 ，Colin。对啊，我看到了。小雨先找目前的兄弟，先找你好了。换了就没了，换了就没了。没有没有，我们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就是没有人加入我们这个找蛋的话题，应该已经不见了。来导游来，导游来 ，TP 我 ，TP 我，来了来了。改为你出的吧。嗯，什么东西？我还有这个，这个是你的吗？对啊。哎呦，你看，他是他们大哥不见了。大哥跑去哪了？大哥不见了。我才想说，他如果大哥真的不见，他这人为什么完成不了？什么东西？不是啊，这从刚刚就是出现的哦。你们自己分吧。哇，你还加码哎、欸！你好扯哦。你们自己分吧。哎，芬兰，那是不是哪一个？如果是一开始抽起前面任务的话，是一颗蛋五颗钻石啦。没办法啦，谢啦被扔出去了吧？对啊，不见了，大哥不见了，他已经变成地上的小鸡了。繁星看在眼里，快笑死。看什么？真的都看在眼里。看什么？看什么？我们在内线交易。我知道啊，你们刚在那边蹲两下，我就这边有问题，跟过来。啥？要画面。而且我还被冒名呢。哦。真的。哪里有箱子？来这个。啊哈。哎呦。等
怎么了？什么东西？怎么了？来，谢谢。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可以再玩一次。这很不错吧？不错不错不错。有解任务的感觉。有。请问小团，请问你这个是想要怎样？谁是万送园长？是怎么回事？啊？啊？这不是你出啊？谁是万送园长？你的声音怎么突然变掉了、啊？对，你的声音变扁，声音怎么啦？喂，有吗？现在正常吗？欸、好， 好，正常一点，正常一点。我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万寿园长失之啊？这不是我出的，这不是你出的，那这谁出的？这竹子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出的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谁是万寿园长？是脑筋急转弯的、啊？什么叫万寿园？万寿园。不是万寿园长，动物园啊，动物园园长啊。哦，动物园园长哦。对啊，万寿之王，动物园园长。哦哦，有点哦。难的是难的是题目怎么理解？对，难的怎么理解？太难了，我把它丢掉了。太难了。好啦，这个让这么有怎么到身上啦？这让给你好了。销毁啦，销毁。我帮你拍手，我帮你拍手。我居然知道要干嘛的感觉。不看这也太坏了吧！啊，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来来，啊，你们在干嘛？什么东西啊？好怪哦，好有趣哦。我看一下，我做好了，我做好了，在司令台做好了。啊什么意思？我大概什么？这个是不是在干嘛呢？干嘛？先说女儿报酬是多少，我再考虑要不要配合。我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可以分章吗？可以分章吗？你们都看到了哦。我觉得任务不一样哎、欸，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样吗？没有光特世界巴洛克，变成疯人的那个美妙声音，那酱油出的吧？对，是酱油出的。好烦、啊！你没有大喊又闪亮的歌声，因为你没有讲啊，你只是说唱出黑暗巴洛克啊，啊也可以啦。对。好、哦，好了，这个解完这个泥土，我直接舔在地上。哇，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回归大自然，对，回归大自然。哎呀，好累哦。我们今天不是没有活动吗？今天怎么？我们今天搞到自己活动一堆啦！我们自己活动哎、欸，我去，我记错了吗？我以为今天没有活动，但其实超多的啦。这个村长，我要把。我不知道这个存起来，拿去换模式。哎呀，脑炉！我把这任务掳走。绑架任务。对。真是笑死！这怎么回到我自己身上来了？嗯。我就跟着团团走，很有趣、欸。为什么？那其实从刚刚那线交易，我就拿着黑暗巴洛克在跟着你走啊。然后一直都可以看到有人来找你什么之类的，就很有趣。我真的不得不讲，他进的任务都太麻烦了，条件很多。你的任务都麻烦到他都转两圈回来到我手上啊。没人想解。哎呦。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在干嘛？知道在干嘛？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捡到都尽量都要看一下是不是什么找胸部。好有趣、啊。好了，没，我觉得这是没有任务，没有任务。哦，这样月月是要说什么？是不是？哎呀，嗨，你以为有任务吗？其实我只想跟你打招呼，什么东西谁啊？
然后我拿到一个，你觉得今天谁会中乐透？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酱油出吧，那酱油会中乐透好了。对啊。哦，哎，等一下，你这样讲，我不会中了，危险了，危险了，危险了！我要回归大自然 了，把它回归大自然。哎呀，我笑。嗯。谁来打错字？打招呼，打招呼。他们选字。哎、欸，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啊，那个这样剪下来哦，那个画面就都永远都几乎都只是在村庄里面。我们只是在那边走来走去、欸，对啊，互相找人这样子。哎，我突然把荷叶打掉了，有人捡到，请来找我，谢谢。好。哎呦。拿荷叶领赏吗？你把我的马路拆了，路打掉，不小心敲到了。嗯，有人打金冠？没有吧，附近没人。好，你们今天的活动应该就叫做交换任务了。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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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有鳞甲，有在钓鱼。Yep. 有没有来打 boss？ 哦、好啊，做公益吗？不做公益，做公益加油！我这边做公益，做公益。好的。然后说大家都说做公益，但是其实、并非如此。哇，太大了！我靠！我靠！70%攻击卷哎，不敢砍哎、欸，砍下去、啊、这么多人，我是真的是不敢砍哎、欸。砍了，砍到人了！大家血量都很多了，不用怕啦。砍到人了！啊，砍到人了！哎、有人故意打人哦、喔，在没被队友发现的情况下打队友吗？哎、欸，走，开始丢垃圾，不对，不对，这怪怪的呢。摩卡兹，我忘记刚刚几颗了。Hello， 哎，哦，等一下，不要丢垃圾啦。刚刚有打 boss 的，有打 boss， 我们回去再分赃。好，可以，可以，可以。噼里啪啦，砰，砰，噼里啪啦，砰，三弟在家，砰，哎。嗯、我们到这里，这里，这里，刚刚几个啊？一二三，四个人吗？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一共五个啦，一共五个。远处支持算吗？精神上不行，不行。你以为你在打集聚中心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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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血！加油，加油，谢谢。阿纪，阿纪，阿纪，哎，这个，厉害。PT 的任务对不对？厉害！他看了有四个人，啊、你好强哦！你用 BOSS 这招，连我自己都过去了，完全没意识到可能的那个，好猛哦！我不太懂哎。有一个任务是你要想办法让两个人 TP 到你的位置。你要干嘛？好猛啊、喔！你讲话啊！没事，不要理我。他解任务，他解任务，他解任务。好，你解，我站着，你来解。我不知道你要干嘛，我站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事情，你可以继续做。我就站着，我就盯着你。不知道、啊。等一下，我刚刚。等一下，那位先生，这位先生，我去里面谈一下吧。为什么？我去里面谈一下。哇，校长是哎、欸，那校长是约谈的、欸，怎么了？我好像。那个白色箱子、欸，哎、這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你刚刚自己说了。这个，这个右上角，右上角。我刚说什么？你刚说。我有说，你自己讲哦，我已经讲出来了。我有说，你刚说了，
你刚说 TP 的那个，你说我也不知道。哦，对，很酷哎、欸！哇，好赚哦，好赚哦！在出任务的手上拿到那东西也太棒了吧！好爽哦，真的。也不是哎、欸，我的任务怎么都还没有出现啊？到底要干嘛啦？我觉得很奇怪啦。没事，你不要理我了。哦，老雨到底在干嘛？那我们一起来喊，一起来。不要说，不是就这样吗？不知道干嘛就加入吗？对啊，我就像排队人潮是不是？不知道他排什么，我排就对了。先排一下啦，虽然不知道在排什么。他没有挡票要干嘛？哦。那我就跟着阿纪好了，什么跟着我？等下这边火车了，你要当火车头阿纪？阿纪在哪？什么的？这明条是什么意思？不可能！啊，抓到你了！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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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阿纪走太快了啦！我要穿速度装了，我要穿速度装了！不行啊，我没有那么快、啊！我要穿速度装了，不行了。我一换干嘛？你怎么？一群人在干嘛？不是这个任务就很荒谬、哦。再见了。跑太快了啦！这就是有弄装备的好处啊！就我要回家拿剑了哦，没有啊，音速剑，我只是没有拿出来而已，剑了。我一直放在仓库里面啊。我要回家拿剑了。怎么我的任务都没有出现？我的任务不难啊。你的任务，你的任务是被拿去做成魔石了啊！哎呦，哎呦，我回归大地了。巴拉巴拉巴巴巴，加速文组，加速文组，他就一直叫，一直叫哦。什么画面呢？啊，你怎么又飞了？你作弊！我就没那么快呗。你到底要干嘛、啊？飞个怪妹妹追啦！到底要干嘛呢？我飞个怪妹妹追，你为什么要追我？你可以追别人啊！不行、啊，为什么一定是我？啊，就不行、欸！哇，指定对象哦，啊、指定的、欸。我说要做什么动作是不是？你可以要求我啊！你跟我讲嘛，我觉得人不要这么难做啊！不是哦，这个很难说，你可以做你的事情，自己的事情真的，真的不要理我。哎呦，就跟着你而已的。啊，我真的不知道要干嘛。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好像差不多，好像差不多了。好了，什么等什么那去啦？什么任务啊？什么团团？什么团？他叫我任务要盯着，跟着杰克盯五分钟。白痴哦！不是这，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我什么任务都没做，然后丁姐就直接反应很大，想说好，我要来，我要北来了。那你有拿到你想要的反应吗？我觉得还不错。我的任务结束了，结束了。难道真的被磨死了吗？被磨死了。没有，然后把他 Q 回去了。丢回去了，嗯，开始拿到了，他放水流了，哭了，哇哇哇哇什么？是回到别人手上了啦？啊好，哎呀，笑死，嘴巴好酸，啊，哎呦，我真的好累啊，很多好累哦！明明没有活动，为什么那么累啊？明明没有活动的。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活动一样。
很赞耶，也很难，忙碌的，怎么那么多坐标？哎、欸，你知道我想在上面偷改吗？我想上面多加几个坐标，猜猜哪一个是啊？哪一个才是真的呢？对啊，你看团团都在那边乱加歌词了。让我们看看，每个都去挖看看吧。嗯。哎呀，你好烦，坐标怎么在哈基家石英下面？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我去拿音乐的箱子吗？拿音乐的箱子。藏宝箱，然后坐最后坐标是隐约的箱子。对，对啊，里面是隐约的私房钱，有没有？私房钱，哇！不要拿我的箱子，好东西要分享。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你认真？嗯？嗯？哦，嗯，好奇哦，看一下，好令人在意，好令人在意哦，好令人在意哦，好令人在意，怎么了？你还会很令人在意啊？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还有藏宝箱啊？有人在冲装啊？有人在冲装啊？冲装任务？哎呦，是要冲到多少？是不是？就是那个金装太容易爆了，我把它松点太久了。哦，你干嘛打我啦？我要拿我的神圣的锁链制裁你！熊猫团团，我要死掉了！哦，该不是那个任务吧？这不是任务吗？不是他打我，这是完全不是任务，好吗？是他暴走了，完你了，他都越来越暴走了，怎么办呢？哎呦，没有啊，就只是叫他去一个坐标打开箱子而已、啊。你知道我过去坐标还只是一个工作台，你知道吗？啊，骗你死他！没有，我把他往下挖一个，他就有箱子，对吧？哦，找东西的。对啊，寻宝任务，寻宝任务，寻宝任务。哎、欸，寻宝任务会不会就是会有已经没有宝藏的？有啊，是我啊，我刚刚去挖就没有宝藏。那就是藏宝图，人家找完宝藏就把它丢出来了。超过分，找完修好香哦。哎、欸欸、是我们第一个找宝藏，我们有再弄新的宝藏进去。对啊，我们放新的东西进去哎、欸。对啊，我们不用留口。是第二个，把东西拿走吧。你们捡到有一个幸运裤子吗？我没有，没有，玉水的，玉水的，没有。哦有，没有。你要出多少？拿多少钱把它赎回去？我他可以砍死你耶！箱子了，箱哇，哎、欸，又一个藏宝图啊！这是不是又是空的？你可以去把它凑齐看看啊！你可以去试试。你要去摸才知道啊！你要去试试看才知道啊！我要献出去让大家摸。你看，我刚就是在寻宝路上找到那个藏宝图的另一半。没有，不是不是，因为我那时候听到哎、欸、小雨的声音，我就 TP 过去，你是这个。然后对对，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啦！我的任务没人要解。好吧，你有看到你的任务？你任务我也没看到、欸，你任务什么？就一个我的投入的，没有没有没有。他的任务，他的任务有点危险，危险，会有生命安全。有这么夸张哦？危险、哦哦哦，还是你要不要丢出来给别人看？我哎、欸，我已经 Q 出去给别人了、欸。嗯啊，我没收到。哇，等下，我刚不小心把藏宝图的三分之一丢到没的。你把藏宝图丢了，少一个坐标。对，对我丢的拿起来丢下去的瞬间，我才看到它上面有坐标。哇，缺失的藏宝图，哇，有宝藏，要永远的沉睡在地底了。小雨的身上是满的，是不是啊？啊，没有啊。你箱子里面有一个任务呢。啊，箱子里面还有任务？我把它拿走了。是有人把它丢进去的吧、嗯？这个箱子都有人过来偷丢任务进去啊。哦，好、哦，原来是任务箱啊。对，
为什么这任务后面还有一个问句啊？这什么鬼啦？是有人乱加的？好笑。宝藏图上面被人家涂鸦了。什么意思？好吧。你要干嘛？好奇哦！我看你那个球，大概长得那个很麻烦的。那个球，我看过类似的啦，可是不是这个吧？没没，大家都没感觉。你那个球，我 Q 出去两次了啦。对啊，怎么是不是有人那个啊，把另一半给撕了？他搞不好做成还那个咯，对啊，效果咯，被做成别的东西啊。对，没有可能做成破旧钓竿，变成大破旧钓竿，完了，气，哭了，这个是没有人懂，没有人懂，我懂啊，但是不在我身上。对，搞不好你拿过的是我拿过的。哎，你说那个球，那个球哦，哇，我还出任务，最后的，哈啦，哎，对，剩十分钟，最后的任务，对啊，最后的任务，最后任务，我刚刚已经把最后任务发出去了，啊，那那那那那那那，奶奶，又是这个，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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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什么任务？哦，原来在你那边啊！啊！我想说，好像我刚刚也有拿出来秀了一下，但是没有人鸟我，因为另一个刚刚都在小雨的箱子底下，没人发现啊。好恼，因为我已经没有站在这里很久了。这个任务是你要找到，我发了两个宝珠，一个是 A， 一个是 B， 然后你要任务是你要去找到拿着另一个宝珠的人，但你不能讲话，你要去相认，然后来找我。哦，是要相认哦。那那你眼前一直晃晃晃啊。那让我打岔一下，过一张啊。过一张呢、啊？过一张十次吗？过一啦，五次。五扣一。不知道，我就一直拿到，就是给你卷，然后叫你马上冲完的。这个是谁？这是诅咒吧？你给我出来！那个不知道是谁丢出来的。拿到苹果，拿到苹果的抽不到新手彩，给我！诅咒！开始有诅咒性了，完蛋了！完了！你不准发给几个人，你就受诅咒了。那大家都会受诅咒哎、欸！完了！完了！然后每个人都摸一轮有没有？然后说，哎、欸，真的很灵验呢，真的没有错耶。灵验哦，没有没错耶，拿到那张好了啦，好过分哦。你看十个人，只要有九个人没有中，就觉得哦，好准，好神哦。怎么又回来了？真的。邪恶苹果怎么又回来了？邪恶苹果。哦，所以你也拿过诅咒苹果了，是不是？我拿。第二轮啊，不要，我不要，两次了，现在再等两次拖不到了，人家呼呼得正了，你没事了，你没事了，好难哦，不要急这个，什么？还有很难的任务啊？哎，不踢，不传出去了啦，没有啊，没事，拜拜。又有真的什么东西都是我要去了蛤什么再给我康你啊打爆团团吗什么东西临时要找些东西找不到啊！要找什么？熟食吗？都很阴险呢！你是在哭哦？
谁呀？气了。哎、欸，诅咒苹果要回来了啦！吃掉啦，吃掉啦！两个小坏蛋，两个小坏蛋，吃掉，吃掉！两个小坏蛋收藏宝，藏宝读到 TNT 的，哇，太坏了吧！真的吗？两个小坏蛋，哦天哪！哦，我把这东西扔了。有精怪。又是 TP 指定的吗？嗯，我把这个坏坏宝藏丢掉，我连康妮都没遇到。坏坏宝藏，好，等一下。诶、欸，铁路便当换到十块钱。对呀、啊，等于第二个铁路便当了。阿志，赚两个便当，赚。不是啊，赚两个铁路便当。大哥有在上面吗？你有给大哥吗？好吃。阿志。超级锁链阻止来对付你，谁啦？我那个不是放进你的箱子里面了吗？你怎么把它出来丢了？快去锁链它。两片啊！哦，你在做任务？是不是在做任务？我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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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所以这只狗狗可以杀了吗？为什么？为什么要杀它？你可以把它命名啊，它有那个、欸、电竞项圈。哎、欸，好哎、欸，你可以把它用电竞项圈。反正我命名牌那么多、哦。哇，你们好厉害哦！有人拿到锁链的康妮的秋千链呢，好强哦！为什么换我这里了？来 ，Sale 那边有锁链的棍棒。啊！我把锁链链丢掉了。我要去合成了。我要去合成了。你锁链棍棒嘞，康妮，康妮很会丢东西呢。你把整个丢秋千都丢掉了。哎、欸，阿王，阿王，阿王，他是不是分三姐、啊？哥哥爸爸真伟大。你知道我家？哎、欸，有人接错了，快点，快，这是谁任务？我想领奖。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很困扰，一定要拿到一定分奖。这个东西随便找人。这是谁的啊？我来了，来哦，来哦！锁链狗狗，锁链狗狗是吗？锁链狗狗，反正刚刚命名牌那么多，我以为你要让他给他一个电竞项圈，你要吗？我以为你要把他绑一个椅子在上面，要、啊、不然你可以把那个、啊、一只龙源，龙源把它变彩色的、啊，好，什么？彩色的龙源。我把它销毁，销毁。你要从后面绑一条绳子，然后拖着一个椅子这样子。嗯，拖椅子，拖椅子的被告。那、啊、不是缉毒犬吗？那是缉毒犬吧？缉毒犬。哎呦，这什么东西啊？哎、欸，它的尾巴有点垂，你要喂它吃东西。我喂它吃。刚刚不是拍了？我喂它吃，拿不到苹果的就抽不到轻松彩，啊，不能吃，可惜了。那交给别人吧。一个给了个苹果。哎、欸，不要再给我那个苹果给你、啊。诅咒的苹果。诅咒苹果。诅咒的苹果太危险了。苹果，我苹果吗？我看一下。杰克起飞了。我刚以为大家围圈是要玩个大风吹还是什么？哎、欸，不是，拿苹果要站中间。杰克去拿苹果了。哦，不是，诅咒的苹果。杰克去打了一个树叶，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杰克拿了一个苹果，你要不要吃个苹果？你要不要？我那我吃掉好了，把我抽不到没关系，好不好？那杰克吃了一个苹果，我把那个灾厄的苹果吃掉了，大家没事了。罪恶的苹果，这谁的？我好暗，是谁的啦？有全剧，有全剧哎。我的我的我的，等一下等一下，箱子你又要盯我五分钟是不是啊？只有五分钟，我劝你，我劝你是，杰克拿了一把刀，我劝你是不是离开现场哦？我不知道你的装备会怎么样，控制不住杰克的气，我不知道你的装备会怎么样，我想看杰克拿鞭子，我想看哦，
好像知道哦，什么事情啊？不是你，好的，有谁有拿到？有谁有拿到决斗法？快一点！决斗法是什么啊？决斗法是啥、啊？他的任务啦。哦，没有，没拿到哎、欸，没有。那个任务真的是销声匿迹了。天哪、欸！我有 Q 出去哎、欸，又不知道被丢到哪里去了。杰克开那个箱子。箱子好了，一分钟了，那个。小 case 给你，你来拿。你任务是什么？他任务是跟着杰克一分钟，并说出他在做什么。好烦、喔。哇！我把东西拿出来，我把东西拿进去，我把东西拿出来。我走了一些路，然后我再打夜妹，那可以吗？天使我也要。我打了一张光碟。哎呦！笑死了。哎呦！怎么又有甘蔗？好痛，好痛，好痛！有没有甘蔗鸡跟你讲说我还活着啊？好笑。我把它烧掉，我把它烧掉。我跟你讲，杰克要 做什么事了？杰克要中乐透了。杰克要中乐透。杰克要做梦。不要啦，不是做梦，是中乐透。杰克要中乐透了。没有，没了，没了，没了，中了苹果了。中诅咒了！我的苹果有用哎、欸！没拿到。我的苹果有用哎、欸！太诅咒了，诅咒苹果！有新的标题了，伊登的苹果。哦，谢谢聊天室各位，我有中奖，我有中奖，谢谢。No. 好了好了，那个关掉了，不会再传中了，不会再传中了。好，终于终于。你在干嘛？你在清垃圾是不是？对啊。谢谢垃圾，那我也要清一下。哎呦，好多、哦！简单打开，打开就打开，应该好了吧？有吗？我看一下。哎、欸，东西身上东西是很多、欸，很多啊。所以这一串竹子的改名是谁的啊？哪一个、啊？竹子，就一串，一串奇怪的名字。为什么觉得我东西丢不进垃圾桶啊？对，那个垃圾桶丢不进去，我丢不进去，我都是下来直接丢仙人掌哎、欸。嗯，感觉只能丢仙人掌比较好啊。我刚刚本来是想玩一个就是接词的，就是先打一个字给下一个人接啊。结果那时候、哦、我有拿到那个请，我拿到什么鬼？我那时候就爆发那个啊，王子坏掉的就忘记这件事情啊。那看我们可以接多长，可恶。那这个红心 A 又是啥？红心 A 又是啥？那个很久了、欸，怎么有红心 A？ 怎么会有？久哎、欸，那个大概九点的时候就出现了，那没有人要听。哦，扑克牌是不是？哦，扑克牌是不是？我从头到尾就只看到红心 A 啊，没看到其他的，其他没有、欸。我一张都没看过哎、欸，还是只有红心 A？ 嗯，只有红心 A 吧。寻找红心 A 啊。不是要下课了吗？啊，大家为什么不来？叫累了吧？等一下啦，缓冲一下，缓冲一下。多了，等一下。我要趁机去个厕所。有鬼呀、啊！有鬼！有鬼啊！怎么了？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起立啊，起立啊！大家都起立一下啦。我觉得有人有鬼啦。我觉得应该就先站着吧。你要坐什么椅子了？我们拖椅子吧。拖椅子。你这样要站起来一下啦，站起来。他去尿尿。哦、他去尿尿。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你想太多。下课了，我来坐下。对啊，怎么样？我没有到。有人没到。还减一，还减一，老师。团团啊。团团啊。哎、欸，团这样子不行哦。对啊，是我东西还没好，等我一下啦。你在做什么？东西你在干嘛啦？你很奇怪、欸，你太奇怪吧？没有啊，没干嘛啊。等一下，等一下，
真的吗？我要 TP 过去了哦。我真的没东西啊。熊猫团团打开箱子。好，全部都在那边，全部都不在。我们在、啊。你就我们这么远的，你就远远的看着我们。啊，真的假的？你一个啊。哦。你为什么要这么保持距离？我们不好了吗？不是啊，我身上很多铜方块哦。什么时候铜方块？对啊，他都站着。你怎么要站着啊？有啊，就有感觉有鬼嘛，感觉怪怪的。对啊，这位置应该有鬼。对啊，有毒有毒。你知道奇力地震敬礼吗？跟大家玩大风水吗？啊！你们把你们拿到了，先放箱子这个东西。啊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要干嘛？你们拿放箱子吧。啊？没东西啊？你说什么？没东西。你说什么？这个是拿到的。你说这个啦，这个啦，是不是？这是没有啦。哈哈哈哈哈哈！到底要几个啦？你还有四个人呢。哦，我没拿，我没拿到啊。我这是。在上面的四个真是鬼了，丢了谁呢？我越来越丢些人真。我想说我怎么丢完垃圾，大家都还没有坐下，然后还有一个人站在原地，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啊！笑死我了！我还没拿到，等一下，我还没分完，没分完。我也没拿到啊！一招一个一没了，来来一人一组，一人一组。一组啊、哦，哎、欸，一人一个，来了，一排了。哎、欸，我拿到，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拿到，我有拿到观众，我拿到。我刚刚想说，我就、啊、反正你们所有人都拿一拿，剩下没拿到。我顺便去整理铜矿石，我不确定有没有拿到、欸，哎、啊，应该是我们两个，每个人都在演，超好笑的。我先拿了，哎、好好我就看全部都站着，他们在椅子上，大家都有鬼啊，大家都有鬼啊，椅子有鬼，我还站得比较远，允月直接站在他的椅子上，因为在椅子上啊，我想说他说不要坐就好了，他说不要坐就好了。他指令是说坐下，最后一个坐下，所以我不要坐，我站着就好了。等一下，所以有人钻石拿到吗？有啊，我拿了，拿了。我分了八份嘛，一二三，我自己拿的。啊，有八份啊。嗯，对啊。因为观众说有拿到。对。哎呀，我想说奇怪，大家怎么站着？跟上。好笑，这最后超好笑。这是群众效应哎。不知道为什么要站着，但是跟上好了。好了，关台啦！耶！太白痴，太有趣，太笑死了，笑死了。哇哇，看一下哦，我的网址打不开，它在转圈圈。结果，所以我后面其实是在注意我的那个网页，然后没办法，哎呦，想说你们打什么想看，结果还是活着，但是就是动不了，就有点烦躁，对吧、啊？这个是请化杰克那个，化杰克那个皮克会叫红罗夏，嘿，现在看不到聊天室有没有他出现。嗯、啊，对啊，他请他帮我设计这个。他、啊、其实那时候设计要什么表情，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他问我眼睛啊，我的眼睛就是你们知道，我眼睛没有固定颜色嘛，有个黄色，然后黄色是假星星。哎，我看一下要怎么用，还是很陌生。那再来是蓝色，这个是流口水。在这个青色是这个比较怎么讲，就比较心情不好吧，累累病。哎，再是这个，然后先把这关掉。他说他想要加萝卜上去，然后放大一点看不见。对，加萝卜上去，我说可以啊。再来是。耳朵，耳朵可以拿掉了。对，现在耳朵可以拿掉，还是可以这样子用哦。就比较不跟那个之前的皮一样，耳朵会可以换那个什么甩头啦。但是这个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甩头有时候甩一甩甩到会有一个超自然的抽蓄，很奇怪。
对吧、啊？也感谢他帮我画。Yeah, 因为这之中只修过一两次而已，主要是修就是刘海前面的东西而已，其他都没问题。因为他画的真的没什么可以挑的啊。对啦，我后面全程都没有弄到椅子，就有椅子，后面有椅子。那再来是举手吧，对啊，举手，两只手举高，这样子。好，那介绍完大概是这样子了。我补补，然后补补鞋是跟着动的哦，你们注意看，对吧？看，有补补，有狼人杀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可能我用这个眼睛的时候，可能就是我那天心情很累吧，心情很累用的，其实就这个跟红色都可以轮流用。欸，然后黄色是 W 的嘴巴，就这样，大概这样了，就这样啦，感谢各位。诺英不知道回家没，想说他说要，哎、欸，我怎么好像这个网址可以了？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好像好了哎、欸，不是啊，要搞我哎、欸。欸，我的 YT 真的打不开，等一下喔、哦。一转圈圈，一直转。哇哇啊哇哇哇哇哇。每天一个颜色，可是我颜色只有四个欸。对啊，是觉得蛮满意的。你啊。嘿嘿。现在累累的没有啦，还好还可以。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诺英有没有开台啊？我现在打不开。如果没开的话，我就关台，然后顶多是陪他玩这样而已了。直播会不会？哇嘿，关不掉，可以关掉啦，应该是可以关。没开台哦，好好好，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不然我们去玩宝可梦伺服器如何？反正现在他们是去逛夜市，他们逛夜市，我就抱歉，黄子转。开，可是也没什么好开的、欸、其实。现在不是因为现在如果开宝可梦的话，也看不到你们打字啊。好啦，不然明天啦，明天下午，明天巧克团结束吧。哎、欸，巧克团结束应该是打僵尸。好啦，先这样啦，我还没吃晚餐，我先去吃。各位晚安，拜拜。看诺英啊，如果诺英回来要开宝可梦的话，我陪他玩。好，就这样咯。大家晚安，拜拜。马田是说是不是他插件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呢。从播放工具。嗯。选项不开，大家晚安啦。